是小妹，你袂当乱乱。八点档拢安尼吗？哎，我会起来咧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歪叫歪叫。啊，到底我是阿尼基，还是日本的佐果？恁家己去判断就好。啊，唔知变哪个，是要演两片，还是要演中间一片？因为安尼用中间一片，大家吼干嘛讲？哎，会博君一笑，对不对？咁是安尼。你要贴那么近吗？啊，他故意的。这是我的 key 点啊。自己要站那里哦，也对哦，鸠占鹊巢，鸠占鹊巢，鹊占鸠巢，我该插，我死鹊。你哭什么？同样是怎么了？做了一件全世界没有再也没有那么尴尬的事。可以录吗？什么事？我去接我孙子放学，全部在门，家长全部在门口等。嗯，我看到旁边这一位好魁梧，他就是棒球明星。请问你是人称假日飞刀手陈奕迅吗？对不起，不姓陈。不姓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我就趁他摘下口罩的时候，拍一张照片给我乐队的人。他们打玩棒球的，他竟然不是说陈奕迅，是我认错了吗？全部看了照片以后。丢脸，丢垃圾，丢了整脸。哎呀，黄平洋，好惨哦！而且你还找到死对手啊！对呀、啊，你还找到死对手。老师，真的超气完了。对，那还在重新来。什么重新来？再补妆一次。对，我想那造型师要蹲在前面吗？太虚了，一直流汗。没有，是很正，怎么会虚？我没有这么可怕。没有那么可怕。给我吓到你了。不会啊，底下还在，是上面。还在的是上面，下面都不在了哈。你游泳的时候，游泳的时候这边。对，这边都是活的，然后下面都已经没了这样。因为每次出去做的外场哈，有没有？化个完妆进去，那你应该下台就是卸了妆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